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京子です。じゃん。大家好啊！咁咧嚟到今个礼拜咧，我哋会继续讲下关于住宿嘅日文啦。咁咧最主要咧系讲一啲短句咧，系当大家入住咗之后啦，你可能问嗰啲酒店职员关于你间房啦，又或者系其他总之你有可能用到嘅日文啦。第一句咧，大家唔知道有冇住过咧？你唔系自己 keep 条锁匙嘅，系你需要咧每次去嘅时候咧问 front desk 攞条锁匙啦。然之后当你出去嘅时候咧，你就要放低条锁匙嘅。咁咧我就喺大阪度住过一间系咁样嘅 hotel 啦，都几好嘅，因为咧唔使担心唔见锁匙啊嘛。咁所以咧，当你如果要问佢咧攞嗰条锁匙嘅时候咧，你就可以用到以下呢一句说话 ：room number no kaki o kudasai。Room number no kaki o kudasai。咁呢一句用到嘅单字咧，第一个就系 room number， room number 就系你嘅房间号码啦。咁乜乜乜嘅时候啦，譬如你住房间101，咁你就可以讲 ichi zero ichi， 或者系203啦，你就可以讲 ni zero sa 咁样嘅。kaki 咧 ，kaki 系代表嗰条锁匙嘅意思。然后 kudasai 大家学咗好多次啦，就系请求乜乜乜咁样嘅意思啦。咁有时你去住啲大酒店嘅时候咧，可能佢会提供呢一个早餐同埋晚餐嘅。咁咧你就想问下佢究竟佢哋嘅提供时间系几多点啦，就可以用以下呢一句说话 ：Chōshoku wa izu desu ka？ Yūshoku wa izu desu ka？ 咁咧 izu 咧喺几课之前就讲咗啦，就系几时嘅意思。咁呢度最主要讲嘅两个生字啦，就系 chōshoku 同埋。Yūshoku 就代表早餐同埋晚餐嘅意思啦。咁咧到你入咗房间之后啦，你可能会用一啲设施噶嘛。咁但系如果你发现某样嘢坏咗咧，咁你就要打落去同 front desk 讲啦。譬如你想讲个电视坏咗咧，叫可唔可以上嚟整咧，你就可以用以下呢句说话啦。テレビが壊れた、直してください。テレビが壊れた、直してください。咁呢度講咗啦 ，television 就係電視嘅意思啦。最主要學嘅係後邊呢一句問法 ，kawaleta 就係代表佢壞咗。直して就係幫我修理翻佢啦。然後 kudasai 就係俾翻個禮貌，佢就係請求佢幫你修理翻呢個電視嘅。下一个咧就系咧，当你去冲凉嘅时候咧，你发现冇呢一个热水，热水出唔到嚟，咁你喺日文嘅时候咧，你就可以同佢讲お湯が出ません。お湯が出ません。咁喺呢度讲咧，お湯咧就代表热水嘅意思，咁所以大家唔好再同佢讲 hot water 啦，虽然佢系会明嘅。咁然后咧，出ません咧就系唔能够出嚟嘅意思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喺お湯即系热水出唔到嚟嘅时候咧，我哋就要用。お湯が出ません。咁然後咧，如果你要講係冇呢一個廁所水咧，咁佢嘅動詞咧就唔係用呢個出ません喎，佢係會用另一個動詞嘅。你可以咁樣講，トイレが流れません。トイレが流れません。係啦，咁咧好簡單，學咗以上呢三句咧，大家已經發現咧，當你壞咗啲乜乜乜或者冇乜乜乜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哋後邊跟嘅動詞都唔一樣嘅。咁呢度我再講多個咧，有可能大家會遇到喺住酒店嘅時候會遇到嘅問題，就可能佢冇呢一個冷氣啦，或者佢個冷氣好似壞壞地嘅時候咧，我哋要用嘅動詞咧係呢一個 aircon の調子が悪いです。Aircon の調子が悪いです。咁呢度 aircon 就係嗰個冷氣啦，調子咧就代表佢嘅嗰個狀態啊。咁有時咧你人咧亦都可以用呢個調子嘅喎，就代表你嘅狀態啦。然之後咧悪い咧悪い即係壞嘅意思啦。咁所以呢度就可以講成個空調嘅狀態咧唔係幾好喎，咁咧可能佢就會上嚟幫你睇下究竟發生咩事啦。好，咁今日咧就講住咁多先，因為咧我覺得佢唔同嘅動詞都幾難嘅，咁希望大家今日可以好簡單記咗呢幾個壞乜乜乜嘅動詞嘅用法先啦。係啦，咁聽日咧會再分享多啲咧喺住宿嘅時候你有可能用到嘅短句嘅，咁我哋聽日再見啦。如果你中意我嘅影片咧，記住幫我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，仲要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喎。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，唔係係聽日再見啦，就冇得你，拜拜。
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你帮手订阅我的频道啦。左右两边是推荐的 video， 大家可以 click 进去看看的。还有可以 follow 我的 Facebook 和 IG， 那里会有更多日本的资讯的。就麻烦你，拜拜。